谁这么胖？没看见人多还往上挤。最后一个上来谁啊？自觉一点，赶时间接孩子呢。赶时间呢？就是下去吧。是啊，是啊，下去吧，时间得快点。耽误事儿。还不走啊？同学们，你们的书来了，我可以免费帮你们包书皮，但是你们得投我一票。要不要这样啊？这是我喜欢的观点。我叫手，我叫手，我叫手，这坐了，给我吧。我去，乔爷，你被谁揍了？看一下吧，这个。啊，你就是，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乔爷。乔什么乔？祝千金是不是你？不是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他在我头上。不是故意的。你是不是把平时训练的劲儿都用在校园暴力上？陪我去医务室吧。乔爷，乔爷，没关系，到时候投我一票，别忘了。哎，乔爷，老师找你。啊，来了。谢谢。刘老师，这道题。祝千霜，你还知道我的名字？第一天就弄伤我的人，不知道也很难。啊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了，还有别的事吗？啊，你的耳机。啊，啊，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竹千霜，等一下，你跑什么呀？你在追我呀？我追你，你就跑？那你追我干嘛？对不起。你为什么总是在道歉，而且总是低着头？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？对。昨天在电梯你帮我解围了，谢谢你。啊，我当时不是在帮你，我本来就坐到那层下。那不是我第一次看泰坦尼克号了，但却是我第一次明白了一件事情，心动是一种什么感觉。就是色彩明亮或是暗的程度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大家按照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两两分组，互相画自己对面的同学。
位同学，怎么了？我想上厕所。快去快回。为了规范学校管理，强化学生的集体感，即日起，我校将为同学们统一定制新校服。你的多少？我穿 L 码。好，你呢？哦，中码。朱千霜，学校要订新校服了，你穿多大码？我和大家一样就行了。每个人尺码都不一样，你穿多少？XL。多少？L M。你是在背字母表吗？到底多少？S。S。我对自己的身材不清楚吗？S。